刚刚换了一个网。我这个外卖点完之后，发现6点多公里，然后我等了好久，上去充了个电，然后我现在带着充电器下来，我手机快要没电了。哦，是那个什么玉米蔬菜粥。我牙好多了，就是没什么感觉了，感觉快要好了。对，食堂。点了个红糖糍粑，这才是真正的红糖糍粑。今天不是去了那个什么，咪咕次元盛典嘛，化了个妆，感觉不能浪费，然后我就那就开个直播，反正我一般就都会在楼下吃外卖。这是睡衣的外套。今天特别特别冷，天哪！谢谢。今天我们刚出门的时候，真的好冷，感觉一下子到了冬天，空调都开起来了。那不叫掉色，那就长黑头发长出来，头发长得特别快，好吃。红糖糍粑好吃，反正比我的黑糖糍粑好吃，谢谢。感觉今天，今天那个活动那边有好多好多那个吃的，我拿了好多回来。我在吃这个外卖之前哦，我吃了一包那个叫什么奥利奥的饼干，谢谢大家，送了一个奥利，我吃了一个奥利奥的饼干，然后还吃了一个那个叫什么。达利园，是叫达利园吧，就是表面是个巧克力，然后里面是那什么，就是奶油的那什么东西，是叫达利园吧，觉得好好吃，可能是因为饿了。我拿了好多包那个什么，都没有人拿那个，我对夹心那个蛋糕，我拿了大概有七包那个奥利奥，然后那个达利园那大概可能拿了有10包吧，后面都没有人吃，然后小季姐全都塞给我，谢谢。对，是好丽友还是达利园？好丽友那个派，对。红糖糍粑，谢谢。怎么今天大家那么热情？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开直，就是很久没开直播了。对，好丽友巧克力派，好像不记得名字了。巧克力，晚上好。我这两天才开始开空调，这两天是因为太
就是太冷了，就是感觉受不了，冷的有点受不了。你看那个空调。对，前两天那个下雪了。零下20度，也有雪，就有雪吧，下雪。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下雪的，我只是不喜欢冷，但我还是喜欢下雪。中午，不知道下雪了没？下午才出门。出门的时候，出门的时候天都黑了。我是来到上海之后我才见过雪。我们家那边就是过年，我还记得去年过年，我哥还穿了个短袖。就我们那边就是不是特别冷，哎呦，扎的头有点痛，没有堆过雪人。以后下很大很大很大雪的时候，就可以堆个雪人。谢谢。东北才下了两场雪，是吗？我感觉就是在我印象中的东北啊，就是一年四季全都是很厚很厚的雪，感觉我们南方就是没有冬天，然后东北就是没有夏天。哎，大母哎，你在吃饭吗？是啊。对，遇见了戴萌。太热情了，戴萌。穿了羽绒服。No, 我穿秋裤的，我觉得。因为我那个，我买了一个那个牛仔裤，就是牛仔裤里面都是就是加那个加绒的那种，算秋裤吧。对，这是我们的食堂。我在我们食堂的最后一边，因为这里有充电器。充电线板，谢谢。哇，还有个粥，还有个红糖糍粑。其实我后面这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绿豆汤。谢谢。对，插座。因为我突然就是我就是想喝绿豆汤，想很久了，今天才买到。然后我那个绿豆汤是冰的，它到底有多冰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谢谢，你看那绿豆汤。我从绿豆汤里面拿出来的冰块，
这是我的绿豆汤。我没想到它这么冰。我感觉就是送过来的时候是从那个冷冻室里面，就是才刚刚拿出来。嗯，对，绿豆冰棍，但是它太冷了。嗯，甜甜的，好好吃。现在就我一个人，不会粘上它。它这个啊，就是你看着它好像很冰了，其实它这个冰还挺，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冰。是真的冰，但是它都不甜。太冰了，吃不下去。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吃。这是那个布灵布灵的亮片，就是像被打了一样。就是我想把头发摘下来，摘太久了，但是我摘下来之后估计会吓你们一跳，真的会吓你们一跳，炸毛了，我估计我的发夹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即将见证到奇迹的时候啊，请大家不要眨眼啊，不要眨眼，不要眨眼。看着啊，不要眨眼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。这会不会是我最后的一次直播呢？这会不会是吃不下来。小英姐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，这个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来了啊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会是个很唯美的、很唯美的？看看我的发型，看看我是不是左边的发型
这是我右边的发型。哇，剪下来真的好舒服啊，舒服多了，感觉头轻了，轻了很多。这里有好多那个头绳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，压都压不下来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感觉我挂了两个灯笼，我感觉我自己挂了两个灯笼。那么可爱的双马尾，嘴巴太好吃了，好想头发长得快一点，好想它这么长，长到这，但那样感觉不长不短的。香香姐，我觉得香香姐上次公演直播的惩罚不是扎头发，成员给她扎头发吗？我觉得那个头发扎的真是太好看了，就很像就无敌破坏王里面那个小女孩。谢谢。竟然没有看过《无敌破坏王》。晚上好。都已经出到第二部了。二也好看。我吃掉到衣服上了，都没发现。这衣服给你湿，就是吃东西还掉的，就是说明没有下巴。大家吃东西的时候掉桌上是什么？没有下巴，没有下巴吃，没有下巴什么吃？怎么还有个发夹？当当当当，嘿，嘿，当当当当，天哪，不知道怎么讲。脸都炸毛了，要看夹一会儿能不能把它压下去。咦，夹住了。
VLOG 是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个 APP 吗？我也去看了海王。好看，但是海王最后的皮肤不太好看，因为上面是金黄，而下面是那个绿色，还有一个绿色的手套。技能倒是挺好的。我是前两天去看的，我给你吃饱了，怎么回事？谢谢。谢谢谢谢，这是我们的饭团。对，特效特别好。30天没有玩过那个。我好像是那个电影是吗？我好像以前看过。不需要刷饭卡。我们这个食堂的饭菜是免费的，免费。今天有那个叫什么猪蹄，今天有猪蹄。早知道今天就扎个双马尾上去。对，结婚要找小爱这样的能吃。它不是糊了，它是红糖糍粑。你以为是我做的呀？红糖糍粑。送了一瓶可乐，但是我不怎么喝可乐，很少喝。我像个贵妇。你不是第一个说我像贵妇的人。我就是思思说我啊，不管戴那些什么像戴钻的耳，就是戴钻的耳钉耳环啊，或者是戴钻的头饰啊，或者是这里一串珍珠啊什么，就是特别浮夸的那些，就是特别像贵妇那样的东西，他说都特别适合我。就是我戴上之后，他就说完全有贵妇的气质。就是上次哎，好像有一次风扇大赏的时候，也是带了很多，就是什么钻石啊，就挂了一条很大的钻石在身上，他说太适合我了。好冰啊。珍珠，这个珍珠
Coco 给我的珍珠头饰，你看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是情人家的？你看金闪闪发光，还有个大的，还有就是说什么吧？来对个焦，来对个焦。嗯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看是不是特别适合我？不是，不是真的。但是这是高仿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说到这个珍珠，我应该怎么叫？我姑姑就是我妈妈的姐姐，是叫姑姑吧？然后。是叫姑姑吗？来，姨，姨不是我妈妈的妹妹，才叫小姨吗？大姨，你那边叫大姨，我们叫姑姑，不好意思啊，你那边叫大姨，行，那就大姨吧。就是我大姨他们家以前啊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啊，不是我，哦，是我爸爸那边，对，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是经常去那个海。去拿那个螺，就他们养的那个什么，就是珍珠螺吧，应该是吧，就是他们打开之后，它那个螺里面会有那个珍珠在里面，就是一个一个珍珠，就他们家以前就是卖那个卖珍珠的，就是我还扇贝，对，就是。我小的时候，去他家的时候就跟他去了海上，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出海，很神奇，那个时候觉得，把那个敲开，啊，对，就那个，哎，怎么读？棒嘛，对。棒就是那个东西，没想到你们才是祖国的花朵。那时候出海，对，他们会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网，就是放在底下去，然后等到就是可以收可以收获的时候，就是把它撩起来，然后再那个什么。反正我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原来珍珠是那么来的。我那个时候我还拿了几个回家，到现在都不知道去哪了。童年，我童年是挺丰富的，就白色的珍珠，不是黑色。童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，冰糖，饭糖，在我们自己的饭堂吃，还是红糖好吃。我小的时候，在我几年级，五六年级的时候，应该是五年级的时候，我经常骑那个自行车，就是我从我家然后去我外公家就有。大概有，我现在算算，还特别远，大概有10公里路吧，大概有10公里路，我去我那个外公家，然后我骑那自行车，就跟我的小伙伴，就是小时候的玩伴，我骑自行车，
骑去我外公家，然后我每次去我外公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给我钱，我外公外婆都会给我钱。我那个时候我骑自行车可厉害了，对，骑了很久，因为很远，隔了，中间隔了好多好多个村，就是镇都不一样，就从我那个镇骑到了另外一个镇上。然后我去我外公家的时候，因为我外公以前是闲的，当然会骑自行车。我现在不仅会骑自行车，我还会开车。我小的时候，哎，刚想说什么来了？我小的时候，我去我外公家的时候，我外公他每次都要让我练那个书法。我的外公他是那个校长，然后他是那个镇上的一个学校校长，然后他还自己开了一个写对联的那个店面。然后我去那里，然后去店面找他们都会教我写那个，说我不会，小时候没有学成，只是为了听话，就是随便画画画画几笔。我外公他是写对联的呢，他写的可厉害了。是哦，那么说来，确实是书香门第，然后还有家里面还有地，还有矿。但确实小时候我确实是个小公主。对，小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，小时候啊，我就觉得我是个富二代。我妈妈也是老师，然后我外公有三个女儿，然后有两个儿子，然后有所以就一共有五个，然后有四个是教书的，包括我妈妈都是教书的。然后我妈妈的哥哥是那个大学老师，我还就经常去，就以前去他家玩的时候，就去他们学校那边，哇，学校好大。对，小的时候。没想到我这儿就不行了。我妈教过我那个三年级的时候，她教过我，就是我每次上她的课，我都就是格外的认真的呢。上她的课，我感觉眼睛都不敢离开她的视线。我感觉一离开他回家就得骂我，这是右手，就你们看可能是左手。那我妈教我的时候不凶，这都胖，你看我就这样，它是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我其实我还是很瘦的。这样，呀，太白了！哎呀，太白了。吃太多了。吃完了。可乐不是炸开来的，我们把这个冰块给消灭掉。这个冰块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要上去了，拜拜。
吃完了。好的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公眼见，嗯，公眼见，不开了。我去，鬼，再见再见啊，拜拜。